好多幅画，就感觉它的色彩很丰富。另外一种就是它的很多画就感觉像它的主题一样魔幻与现实。比如说那幅画吧，那幅画就是我觉得我刚看过来自己还蛮喜欢的。我觉得有一些比较超乎于现实之外的那种神奇色彩，然后包括它那种比较浓郁的那种画的颜色，那种基底色，然后看上去就感觉虽然我现在人在地铁里，但是我感觉我透过画看到了另外一种世界。